我是一個車迷，由兩個轆去到四個轆我都很熱愛。我很享受揸住一架很漂亮的車， keep 得很好的車，一部很性能的車，同時又有好的外觀才叫做完美。當我有第一部車開始，我已經會著手去自己做一些基本保養工作。要 detail 好一部車，當然要有不同的產品或者不同的工具。我認為世界上沒有最好的產品，只有適不適合用在部車上的物料。反而我覺得要透過知識和技術去配合不同的物料，咁先至可以發揮到最好的效果，令到架車 detail 得最靚。其實每部車都有一個價值喺度，而呢個價值咧，唔係話喺金錢上面嘅價值，而係嗰部車背後嘅故事啦、歷史，或者一部車同車主有一個好特別嘅意義喺度。當我可以將一部好舊嘅車翻新到好似新車一樣嘅時候，我會好滿足、好開心嘅。當車主好 appreciate 我所付出嘅 effort 嘅時候，嗰一份滿足感係無價的。Detailing 對我嚟講係一種樂趣，但更重要嘅係，佢已經變咗我份職業。我是 BC Detailing 的 Brian， 我是一個 professional detailer。